头大一定是写啥？结束营业。啊？那安尼？啊，咱这半个月无来，伊就结束营业。哎。啊？头家你啊？头家。啊，咱借问一下吼。啊，是安怎就做了好好，啊，哪会讲用用化修就修？无啊，多地主就要起厝啊。啊，那安尼啊，拜吼，阮捡这回收是要送去倒呀？啊，恁若干那回收也无要卖钱，恁就送去租借啊，离这附近啊。租借？对哦，啊，咱奈无收着。多谢哦，多谢多谢多谢，咱进来。多谢。哎，恁是头一届来哦。嗯。啊，恁哦，救灾做环保拢走第一嘞啦。阮早就知影租借啊，只是哦无机会接受啦。啊，若是讲对环保有兴趣，就欢迎随时来阮遮。哦，好好好好。啊，是讲恁遮做的吼，甲别位咧做环保的吼，有啥无同款？啊，是安尼啦。大部分的回收厂拢是咧做生意的啦。哦。阮是咧做公益，何师傅去倒帮助着艰苦人。哦，好好好，安尼我了解，我了解。恁做拢无钱的就对了。阮是拢做欢喜的啦。啊，你有想要来参观一下无？欢迎啊。敢会用的？嘿，会用啊。来来。就是搞作品的回收啦。哦，你茫看，敢那，接下来再看啦。遮就是迄个开电梯哦，遮的迄个，你看嘛，迄个电路板呐，哦，还是煞。到时吼，这若内底重啊，这塑胶拢爱分开。哦。对。做冰箱，还有阿鲁米啊，嘛爱分开。对。人因咧做回收哦，做到外尼啊顶真嘞，敢那一个宝特瓶哦，豆粉嘞，罐啊挂啦，罐啊新，啊，搁有底座，啊有诶哦，迄肉骨骨来裂掉，啊，搁迄罐啊挂迄个银箍啊，啊嘛爱甲加掉，有影是无遐简单嘞。因真正是专业，啊，毋是讲要参加搁爱上上课。是啊，较早哦，就想讲敢那捡歹东啊旧事尔，即嘛才知影哦，原来内底学问遮尔啊侪。啊，你若是介意，就去参加。我嘛是安尼想嘞。较早哦，听人讲做主者，做主者，啊，就想讲哦，佮家己拢无一点仔关系。啊，哪会知影即马一看到，感觉足欢喜的。啊，心内咧想讲哦，那袂较早拄着。这个叫做相见恨晚。那以前无感觉吼，是因为缘分还袂到，即马姻缘具足。自然就会见面啦。我嘛是安尼想嘞。阿妈，阿哪样？既然飞鱼啊，足可怜的，咱家己放生好无？嗯。对啊。我哪会无想到？啊，咱做这道的哦，做主席敢有适合啊？妈，你莫想遐尼济啦！啊，你想要做好代志，其实到倒位拢嘛共款啊。你嘛会当为简单的布施开始啊。爸，到位啊！
这里。你先吃啦，我舔舔啊，我给他提钱。妈，检查你安怎？医生安怎讲啊？最新的检查报告是讲，爸的肝炎已经变成肝硬化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是我严重啦，就严重。妈，我帮你办一支手机啊，以后你甲爸出去，万一有啥物代志，会当方便联络。有啊哈，我想要出去走走。啊，你感冒？医生讲你加休困嘞。我想要看看。好啦，啊无哦，到时你就乖乖坐哦，我来提牌啊，好。啊！你是伫咧笑啥？我咧笑你，做少年就嫁我，讨海掠鱼，掠到今麦这个岁数，还阁未晓受罪。无晓受罪阁安怎？我也毋是好好好活到今麦。迄是因为有我伫个。啊！你阁卡讲啦，哎呦，你规半世人啊！唔捌听你讲一句好听的话，对别人哦比对我较好。啊，无想要讲你啊。退休啦。你讲啥？我讲哦，咱退休啦。我哪样样想到这啊？我唔是样样想到，我已经想足久啊。真言不是恁可讲，讲咱卖阁杀生啊！
不是干那我，能力嘛同款。不多的香氛，但阿公有缘干妹哈，好，乖乖乖乖乖乖，看，不是，快快快快。妈，你等下呀，我帮你提啦。哎呦，啊，你做阿公的，啊，这大人大姐，啊，给囡仔乱话是叫人要安怎说啦？阿妈，你看阿公话。哦，袂乱话有啥物好看？进去洗洗，去洗洗。阿妈，你看。为啥啦？就是阿公。就是阿嬤，你看手牵手。才会当讲啥呢？就算一世人互你骗去，我嘛心甘情愿啊！在哦，去倒嘛唔讲，我卡手机仔问看嘛。哦。办手机仔佫唔知啦，万一有甚物代志要联络，要安怎？妈无用手机啊，嘛是过了真好啊，已经莫勉强伊啊。我是烦恼爸。啊，医生不是讲最近食药控制到袂歹？佮安那袂歹，拢顶感应化呢，还佮咱四界跑跑走。伊就莫烦恼啊，啊，因两个互相照顾几十冬啊，爸若是发生甚物代志吼，妈一定会当应付的。